是要组个龙舟队吗？狼人杀龙舟队。狼人请睁眼。狼人今晚想要杀害的玩家是一号玩家发言。虽然我这个一级平民户要去住那个社会住宅的一个平民。六号玩家胸前十公分兔女郎，所以我等一下重点会看六号，会看六号，会看六号。二号玩家也很奇怪，肖狼。二号玩家桑尼新发言。好，刚刚我隔壁的说什么？二号肖狼，谁比较肖？你们自己评断。我隔壁这个刚刚就是乱踩，这个喜羊羊乱踩一通。基本上我觉得这样一轮听下来，前面那么多玩家，好像每个都在划水吧？是要组个龙舟队吗？狼人杀龙舟队。七八九二三都说平民，但平民只有三张，这五个里面一定是有人在说谎话，真的蛮滑的，真的是那一种滑，就是有点带骨溜。数到三，进行投票。一、二、三，请投票。一号投给八号，二号投给八号，三号投给八号，四号投给八号，五号投给八号，六号投给八号，七号投给八号，八号投给八号，九号投给八号。八号玩家出局，请发表遗言。我得到大家的票，谢谢。有动算啦，我就是狼，怎么样？我就是狼。好人阵营获胜。